清光绪年间，浙江省绍兴府衙门外走来一个神色慌张的青年农民。青年农民举起鼓槌，狠狠敲击堂鼓，喊着有重大案子要禀报。绍兴知府陆象亨即刻升堂，青年农民往大堂下一跪，说出了一件事情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关山太保，我是主播陈近南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， 那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。青年农民叫王喜，家住在城外十里远的芦溪村。今天上午，他路过邻居马二家门口时，发现马二家的大门洞开，门槛上踩着几个血脚印。王喜心中生疑，在大门口大声呼喊马二的名字，结果喊了数声也不见马二回应。 王喜心中暗暗觉得不妙，赶紧走进马二家中查看，结果顺着血脚印找到厨房，发现厨房里竟然躺着一具和尚的尸体，和尚被人用斧头砍破了脑袋，已经死在了厨房里。王喜在家中寻不到马二，怀疑是马二杀了和尚，于是赶紧来府衙报案。如此人命大案，陆知府不敢怠慢。 立刻带着三班衙役赶往现场勘验，在芦溪村马二家的厨房里，果然有一具和尚的尸体。和尚被人从后脑勺砍破了脑袋，鲜血流了满地，地上撒着一堆淘过的米，米已经被和尚的血液染红。在马二家的门槛上，厨房里有不少血脚印，血脚印从厨房一直延伸到大门口，显然凶手杀了和尚后。 从厨房出来，从容走出了马家。陆知府让仵作仔细查验了和尚的尸体，确定和尚是被人用斧头砍杀后，一边派人去附近寺庙调查寻找和尚的身份信息，一边派人去寻找马二，务必将马二带回来问话。衙役们去附近寺庙问话，地保和马二的邻居们去寻找他的下落。当天下午。 马二和地宝邻居们匆匆赶回了家。马二说，他昨晚去给岳父祝寿，岳父家在二十里外的万家宝，他昨日在岳父家多喝了几杯，所以在岳父家住了一宿。今天中午，他正在岳父家吃饭，突然发现地宝和邻居们匆匆赶来报信，说他家里死了一个和尚。他这才赶紧回来查看究竟。陆知府问了马二几句话。 又派人调查了马二的岳父等人，证实马二没有说谎。陆知府问马二是否认识和尚，马二说他不认识。就在陆知府询问马二时，负责去调查和尚身份的衙役们回来了。衙役们带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和尚，年轻的和尚是绍兴城内菩提寺里的烧火和尚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具尸体。 是他们寺院里负责管理田租的和尚元修。三天前，和尚元修和故宫马四一同下乡收租子，结果一直没有返回寺里。今天，衙役们寻访到了菩提寺，住持听闻芦溪村发现一具和尚的尸体，于是派出烧火和尚前来查看。结果，这具尸体果然是元修和尚的。如今，元修被杀，马四下落不明。 凶手肯定是马四无疑。陆知府听了烧火和尚的陈述，也觉得马四嫌疑最大，于是立刻发布海捕文书，四处缉拿马四。海捕文书发下去后，却迟迟没有找到马四的下落。就在陆知府为寻找马四下落而烦恼时，绍兴城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一天中午，一个中年男子。 奔到绍兴府衙报案。男子名叫王有前，他住在距离绍兴城五十里外的一个村子。前几日，亲家母派人给他送信，说他的女儿王贤暴毙身亡了，让他赶紧来看看。王有前见到信后悲痛不已，即刻启程往女婿家奔来。在路上，由于山洪爆发冲毁了桥梁，王有前耽误了一天。 才赶到女婿家里，此时女婿张世昌出门经商未归，家中只有老母一人。报丧的信件是亲家母委托邻居所写，并花钱请人送到他手上的。亲家母告诉王有钱儿媳妇王贤前几日暴毙身亡，此时儿子张世昌出门做生意未归，他急得团团转也没有办法。所幸他的弟弟正巧来看他。 弟弟担心尸体因为天热腐烂，于是就买来一口棺材，将王贤草草收敛，抬到十多里外的张家祖坟，安放在张家祖坟边的一个小棚子内，等待张世昌回来再将王贤的遗体埋葬。王有前听了亲家母的话，想要见女儿最后一面，于是又急匆匆赶往十多里外的张家祖坟去看女儿。王有前很快找到了。 张家祖坟边上的那个草棚，结果发现原本停放在草棚内的棺材板已经被人掀开，棺材里女儿的尸体已经不翼而飞了。王有钱见女儿尸体失踪，联想到可能是有人盗尸，于是赶紧来到府衙报案，请求知府大人缉拿凶手。陆知府听了王有钱的话，暗叹最近真是多事之秋，奇怪案子一件接一件。 不过抱怨归抱怨，陆知府还是亲自到现场查看了情况，又询问了王贤婆婆的一些情况。王贤的尸体被人盗走，盗尸之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人海茫茫，去何处找寻凶手？这又是一桩难办的案子。陆知府安慰了一番王有钱及张家人，向他们保证一定会尽全力侦破此案。数月之后。 两桩案子依旧迟迟未破，张家人和菩提寺的和尚屡次到府衙催促，陆知府心中焦急，但这两桩案子着实难破，他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也没有办法找到破案的一丝线索。陆知府心中烦闷不已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不久之后，王贤的丈夫张世昌经商回来。 他得知妻子暴毙身亡且尸体下落不明后，心痛的放声大哭。他出门时妻子还好好的，如今回来妻子却已经身亡了，而且还死不见尸。张世昌想起平日里妻子的各种好来，眼泪忍不住掉落下来。他花钱请人到处打探，就是找不到有关妻子尸体下落的任何消息。第二年春天。 张世昌的好友李茂元来家里找他，让张世昌陪他去一趟台州的宁海县买布来卖。李茂元与张世昌的生意上的伙伴，二人时常结伴出门经商。张世昌因为妻子暴毙身亡，且尸体下落不明，没有心思经商，故而拒绝了李茂元。李茂元了解了张世昌的难处后，独自一人去了宁海县。 一天，李茂元挑着一担布匹从宁海县城郊经过。当他走到城郊外的一条清澈的小河边时，发现河边有一户人家大开着门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河边淘米洗菜。李茂元远远看着这个女子，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他放下担子，走近悄悄观察，发现那女子竟然是张世昌的妻子王贤。 李茂元心中大惊，王贤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李茂元不敢打草惊蛇，他私底下问了这户人家的邻居，邻居们都说这女子是当地捕头徐宝贤新娶的妻子。李茂元不动声色的原路返回，挑着担子去了城里。回到宁海县之后，李茂元赶紧把布匹处理掉，雇车飞奔赶回绍兴府，通知张世昌。 张世昌赶去府衙报案，陆知府给了他一张字机牌，让他自己去把妻子缉拿回来。张世昌与岳父王有钱、好友李茂元三人即刻赶往宁海县，恰好此时徐宝贤外出，三人将王贤抓获，并捆住双手双脚，抬去了宁海县衙。在宁海县衙，县令见张世昌拿出了陆知府的字机牌。 于是便立刻升堂审问王贤，双手被绑着，他跪在地上放声痛哭，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遭遇来。去年六月间时，丈夫张世昌和李茂元出门经商，王贤在家里侍奉老母，操持家务。有一天，婆婆突然患病不起，很想吃一口炖鸡肉，王贤于是杀了家里的老母鸡。 煮熟给婆婆吃。王贤把鸡肉煮好后，放在砧板上切开，准备放到锅里再煮一下。王贤担心老母鸡养得久了，鸡肉有些柴了，婆婆没办法吃，于是他便偷偷尝了一口。就在此时，婆婆突然在外大声喊自己。王贤嘴里含着一大口鸡肉，他顾不得咀嚼，就硬咽了下去。 结果这块肌肉中有一块软骨，软骨到喉咙处时没办法再咽下去。王贤此时咽不下去，又吐不出来，很快就缺氧昏死在了厨房里。婆婆呼喊多次不见儿媳妇回话，强忍住病痛来到厨房查看，却看到儿媳妇已经倒在厨房里不能动弹了。当时正好是酷暑时节，婆婆认为王贤是中暑而死。 于是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。婆婆在家中哭泣，哭声引来了邻居们。邻居们觉得事不关己，不愿意帮她处理尸体。此时正巧婆婆的弟弟来看她，婆婆的弟弟于是弄来一口薄皮棺材，将王贤草草收敛，雇人抬去十多里外的祖坟，放在一个草棚里，等待张世昌回来再埋掉。当天晚上。 王贤在棺材内活了过来。王贤之所以能活过来，主要是因为故宫们在抬他去祖坟时，由于热胀冷缩和山路颠簸，喉咙中的肌肉被抖进了胃里。王贤气息渐渐恢复，又在半夜里活了过来。王贤联想到白天发生的一切，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王贤奋力推开了棺材盖子。 这个棺材是个很差的薄皮棺材，由于制作棺材的木料没有干透，所以棺材盖子开了很多缝，这也是王贤不被窒息而死的原因之一。王贤推开棺材盖子后，起身坐在了棺材里，他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，又听见远处有几声狼嚎，顿时吓得哭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 靠近坟地的路边，一前一后走来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光头的和尚，一个是干瘦的故宫。这两个人听到坟地里有女人悠悠的哭声，顿时吓得汗毛倒竖，冷汗直流。两个过路的人仔细听了半天，大着胆子走进坟地里一看，发现草棚里停着一口棺材，一个身穿白衣白裤。 化着浓妆的女人正坐在棺材里哭泣，两个路人吓得不轻，他们以为遇到了鬼。不过和尚胆子很大，他大着胆子来到棺材旁边，发现哭泣的王贤并不是鬼，而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儿。这两个路人就是和尚元修和故宫马寺，他们两个人从乡下收租回来，由于在家里吃饭喝酒，耽误了时辰。 故而走到张家坟地时，已经到了大半夜。和尚元修胆子很大，他会些拳脚功夫，而且这种夜路他经常走，所以并不觉得害怕。元修和尚见王贤长得貌美，又是大半夜，周围没人，于是心中便起了歹意。元修和尚假装慈悲，问清楚了王贤的遭遇，随后欺骗王贤说要带他回家。 王贤听了元修的话，赶紧磕头表示感谢。他把和尚元修和马四当成了救星，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回城。就这样，和尚元修搀扶着王贤，马四在后面跟随，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坟地，朝大路走去。走了大约三里地后，马四突然发现不对劲，去县城的路明明是往北走。 和尚元修却一直往南走，马四开始在心中盘算，他知道元修和尚不怀好意，肯定想将王贤据为己有。不久之后，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叫芦溪村的地方，马四突然眼前一亮，他赶紧告诉元修和王贤，这个村子有他的结拜大哥马二。此时众人已经饥肠辘辘，再走下去已经没有力气了。 不如去马二家里弄点饭菜吃了再赶路。三个人此时已经走了很久，心中已经饥肠辘辘，难以忍受，于是都同意了马四的提议。于是马四走在前面带路，三个在走进了芦溪村里。马四很快就找到了马二的家，此时马二家的大门却上了锁，马二并不在家中。马四撬门而入。 把元修和,和尚和王贤请进了家里。马二的邻居听到敲门声，都以为是马二回来了，于是都没有在意。进入马二家里后，马四安排和尚元修去厨房烧火，他自己去淘米洗菜。做好饭后，三个人一起吃。和尚元修埋头烧火，趴在灶台下面吹火。马四趁和尚元修不注意。 一手端着淘米的瓷盆，一手拿着一把劈柴用的斧头，摸进了厨房。元修正在埋头吹火，丝毫没有注意身后的马四。马四举起斧头朝和尚元修的后脑勺砍去，一斧头正中和尚元修的后脑勺，顿时鲜血喷涌，和尚倒地身亡。马四手里的米也洒了一地。马四担心和尚元修还没死。 又砍了几斧头。就在此时，王贤见和尚元修和马四在厨房里久久不出来，于是准备去帮忙。当他走到厨房门口时，正好看见马四举着斧头在砍和尚元修的尸体。王贤吓得目瞪口呆，身体瑟瑟发抖。马四拎着滴血的斧头来到王贤身边，胁迫他做自己的妻子，否则就连他一起砍死。 王贤哪敢不从？马四于是背起一包生米，胁迫着王贤和他一起逃离了马二家。他们一路上吃生米充饥，一直朝天台县奔去。马四的弟弟马远在天台县，他想去那里找他。结果他们到了天台县后，发现弟弟马远已经搬去了宁海县。马四又带着王贤奔去宁海县。 到了宁海县后，他们依旧没有找到马远。此时身上的银子已经用光，马四没有办法，只好投靠了当地的捕头徐宝贤，充当了徐宝贤的帮役。宁海县的捕头徐宝贤，此人是个地头蛇，也是一个好色之徒。当他无意中发现马四的妻子王贤长得貌美之后，多次把马四调往乡下去办差。 自己悄悄来到马四家里调戏勾搭王贤。王贤虽然被马四胁迫，但也不肯委身给徐宝贤。徐宝贤多次未能如愿，因此怀恨在心。一个多月前，徐宝贤忽然叫上马四和他一起去乡下办案。不久后，徐宝贤独自一人返回了县城。他向县令禀告说，他们在乡下遇到强盗埋伏。 他的手下马四为了救他被强盗杀死了。他已经将马四埋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，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带回尸体，所以请县令大人对他的家属进行抚恤。宁海县令不会关心一个帮工的死活，更在乎一个办案的捕头的面子，于是他给了徐宝贤十两银子，让他拿去给王贤作为抚恤。徐宝贤拿着这十两银子。 来到马四家里，他告诉王显，马四在遇害前已经把他卖给了他，这十两银子就是马四卖得的钱。由于马四还未来得及拿钱就被杀死，所以王显已经是他的人了。王显知道徐宝贤使诈，但他在地方作威作福多年，宁海县令多受其蒙蔽，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。王显不敢拒绝，也没有办法拒绝。 只得被徐宝贤强行霸占。徐宝贤在城外的小河边弄了一栋房子给王贤居住，平日里无事就来这栋房子里逍遥度日。王贤作为一个女人，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被人摆布的命运，只得忍气吞声活了下来。那天他在河边淘米洗菜，不料被李茂元发现了。李茂元又返回绍兴府，叫来张世昌。 抓住了王贤，这桩案子的经过就是这样。王贤在短短一年之间，历经了多次生死，目睹了多桩血案。她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。王贤说完之后，放声大哭。张世昌见自己误会了妻子，赶紧给她松开绳子。夫妻二人在大堂上抱头痛哭，终于夫妻团圆了。宁海县令。 即刻让人拘捕徐宝贤，从徐宝贤家中搜出了杀死马四的凶器，又传讯了相关人员，证实了徐宝贤横行乡里、杀死马四的事实。最后，按照大清律例刑律规定，宁海县令判处徐宝贤斩首，马四因为已经被杀，其罪不做追究。王贤由张世昌带回去，继续一起生活。这桩离奇的案子。 就此宣告结案了。这桩案子被称为清末绍兴奇案，这是一桩刊载在,在地方志和历史书中的案子。这桩案子相当离奇巧合。王贤吃鸡肉假死，结果半夜里被和尚元修和马四发现。和尚垂涎王贤貌美，意图不轨。马四看出了和尚元修的企图，害怕自己被他杀死。 于是先下手魏强杀了和尚马四，同样垂涎王贤貌美，于是带着王贤去了宁海县，并将他霸占为妻。宁海县的捕头许宝贤同样垂涎王贤貌美，于是杀死了马四，霸占了王贤。一路下来，和尚元修、马四和许宝贤这三个男人都因为垂涎王贤貌美，纷纷丧命。 也造成了这一桩连环奇案。此案罪不在王贤，而在于三个男人的贪心。此案告诫后人，人不可心存贪恋，过分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非但不会带来好运，反而会让人丢了性命。这个道理，时至今日依然受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！谢谢你的支持。